值此今年来临之际呢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老赵要给大家开门送集了，手集、耳集、金集、洗衣集、电视集、农家土集，您想要什么集呢？从除夕中午12点到晚上8点，只要您打开电视，把频道调到央视3套，就有可能接到老赵的百年电话，为您开门送集。请大家要记住啊，老赵节目的全名叫《塞菲尔无焊料黄金》，喜到福到好运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除夕见！喜到福到好运到，开门送集不迟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到福到好运到的8个小时直播现场。接下来我们又要进入开门送大吉的环节了。第三轮，对，上一轮咱们送了5个啊，5个。有的观众说咱们能不能多聊会儿，我真的希望跟大家多聊会儿，但是我想多送点儿，这次咱们送8份好不好？赵老师，这个那个礼物没送出去，心里难受啊。我多送一份，我心里高兴一分呢。是，好，那我们继续，各就各位，好不好？还要感谢更纯更有价值的塞菲尔无焊料黄金提供的精美奖品。好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各就各位。观众数据库现在滚动起来。停。剧。小目标，每逢过节，大街小巷都是人民警察的忙碌的身影，保卫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也希望自己能够，每一位希望每天平平安安上班去，安安全全回家来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团团圆圆。这跟人民警察是非常有关系的，请接进来。喂，喂，喂，你好，喂，您好，您是人民警察吗？哎，是，真是，哎呦，您的那个吉林小目标写的真好，有了您我们就放心了，真的，我们的安全都靠您了。我是老赵，我们现在在春晚倒计时的现场，为您开门送集。警察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。你好，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我们有大吉送给您，在我身后有8扇门，您选择哪一扇呢？3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大奖呢。开门送机。哇，电视机获得电视机大吉大利，新年快乐。好，我们的观众数据库继续滚动。停。猴哥爱上火鸡，好奇。2017年，希望自己坚持锻炼身体，练出6块腹肌。您属猴吗？接下来，说不定是属鸡呢。哎，你好，啊，喂，赵老师是吗？哎，我正在那个春晚倒计时的现场，您是属什么呀？您，我属蛇。跟猴跟鸡没什么关系，跟猴跟鸡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鸡对，猴年是去年，鸡年马上就要来了啊。咱们就是说，此时此刻是一个分界线。祝您鸡年大吉！鸡年大吉！谢谢，祝您新年快乐。谢谢。您看我身后，除了第3扇门以外，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，您选哪一扇？6号吧。6号，6大顺，一定是大奖。我们一起开门送机。哇，恭喜你获得了普京大礼包。好，我们的观众数据库继续滚动。停。 VV， 我的心中住个小太阳。哎呦，您真阳光，幸福满满的2016年，在恋恋不舍中即将过去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希望全家人健康快乐幸福，希望自己事业有成，希望自己一对可爱双胞胎女儿在2017年能陪伴我左右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、快快乐乐，这大概是我们心中最朴实的一个心愿吧。您一定心想事成啊！一定可以。接下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接下来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一位幸福的妈妈。今年大吉。谢谢。
我是老赵，现在我们正在春晚倒计时的现场，没错，为您开门送急。对，您好，您叫什么名字？叫马婷婷。马婷婷您好，我身后一共有八扇大门，除了3号和6号以外，您选哪一个？1、2、4、5、7、8。选2号。2号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大奖呢？开门送机！哇，恭喜你获得相片打印机一台，把您可爱的宝宝的照片新年快乐拍下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现在我们的互动观众库继续滚动。嗯，停。Judy 57出国旅游，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，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更精致。已经退休了，这是一位老同志，您辛苦了一辈子了，现在应该安享晚年，而且还是个很潮的老同志，会上网。但是他很时尚。接下来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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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你好。您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们的春晚倒计时现场，我们这儿开门给您送急，您的愿望呢，我们希望您都能够实现。嗯，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呀？谢谢。我退休了。哦，对，退休了。哎呀，突然想起来，有什么计划？新的一年带着孩子们，带着家里人一起去哪里游啊？出国旅游啊。出国旅游啊？对啊。想去哪里？第一站想去哪？想去东欧。想去东欧，挺美丽的，真的挺美丽。但是比较远，祝您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能够跟家里人一起去遨游全世界。好，开门送急。我们要开门送急了。您看我身后，除了2、3，还有6号门以外，您选择哪号呢？1到8。现在还剩下1、4、5、7、8。选一。一。喂，选一对吧？对，喂，赵老师好。您好。喂，选一号。选一号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号后面是什么大奖呢？我们一起开门送机。哇，恭喜你获得料理机一台，恭喜。好，我们的互动观众库继续滚动。停，大鸭梨。新的一年，希望我的家人健健康康，我的小宝宝马上要出生了，希望他顺顺利利的降生，平安长大，太好了，这个小宝宝。接进来。您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哎呀，真的祝贺您，迎接您的可爱的小宝宝，希望您真的大吉大利，全家都大吉大利。我们现在正是春晚倒计时的现场，给您开门送急。开门送急，您看我身后还剩下4号门、5号门、7号门、8号门这4扇门，您选择哪一个？选8号。8号，好，我们一起开门送急。恭喜你获得手机一部，祝你新年快乐，阖家。互动观众库继续滚动。停。爱美食大姐继续发挥烹饪特长，做更多的美食，让朋友来家里吃。又跟我目标一致，接进来吧。喂喂喂喂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您是一位女士，您是大姐还是小妹啊？您方便透露一下吗？我是大姐啊，大姐，我跟您同样的爱好，我特别喜欢烹饪呢。我们现在正在春晚倒计时的现场，没错。那下面呢，开门送急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跟烹饪是有关系。是吗？开门送急。您好，马上送礼，马上送礼。我现在身后只剩下4号、5号和7号门，你选择哪一个？我选择7号吧。7号，好，我们一起开门送急。恭喜你获得金鸡手串一个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好，互动观众库继续滚动。停。粉粉的兔兔酱，哎呦，兔兔酱好可爱，就是攒钱，用自己攒的钱给爸爸买一台洗衣机。
哎呦，真孝顺，太孝顺了。嗯，百善孝为先，接进来。喂。您哪位接通了没有？啊，接通了。啊，您是真是孝顺，您真是一位孝女啊，真孝啊，向您学习啊，恭祝您吉年大吉，全家幸福和美满。我是老赵，我们正在春晚倒计时的现场，给您开门送吉。开门送吉，谢谢。我现在后面呢只剩下4号、5号和5号了，你选择哪一扇？啊，那我选5号吧。5号，好。我们一起来开门送吉。哇，恭喜你获得喜迎金牌。这也心想事成啊，这是一个缘分啊，非常感谢啊，感谢这位非常顾家的一位。对，应该从家长来看他们是好闺女，没错，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有这样的好的儿女在家，多高兴啊！对呀，多团团圆圆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啊，这个时间段，开门送吉就要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，但是千万不要走开，锁定综艺频道，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开门送大吉。送福送好运，开门开春开吉年，年三十中午12点，在菲尔无汉料黄金，喜到福到好运到，8、9时直播陪着您，开开心心等春晚，热热闹闹迎吉年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塞菲尔无汉料黄金，喜到福到好运到，春晚倒计时特别节目直播现场。本节目由塞菲尔无汉料黄金独家冠名播出。这两天老觉得这手上空空的啊，塞菲尔，你懂的。是的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真的是有一种家的感觉，好久没来了，这里的样子都变了。马月，这会儿提他干嘛呀？马月不适合来这一时段，我已经把他关到化妆间里了，就一个小时。因为这一时段的嘉宾，他们的气质跟我都差不多，年轻、时尚、幽默、阳光、可爱、洒脱、俊朗，这些词儿都可以形容我们。他们都是谁？一起来看。哎，果真都是卡通形象，所以这一环节它的主题就是两个字，青春。首先请上我的搭档，第一扇门开门迎吉。哇，过年好，大家过年好。小孩，我觉得你把咱们的气质概括得特别到位。真的吗？我就是这个气质。哎，咱俩真的就是这种。对呀。首先啊，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嘛，从小看你主持的节目，看你演的影视剧，包括看你在春晚舞台上表演节目，你是我儿时的偶像。但是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咱俩站在一起还是孩子的模样。你小时候就长这么老是吧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小韩，你知道今天来到这里是什么任务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跟你搭档一起主持。先把手卡给你，谢谢，咱俩一起搭档哈。嗯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小韩他也曾经是一位春晚人，非常自豪。要分享一下你当年上春晚的感受。特别想。哪一年？93年和98年。93年我刚出生，有差不多10年了。93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？一起回顾一下来。好。眼睛小，
93年的，这都多少年前了？是、啊。但是我和小韩刚才我说了，我们俩有个特别大的优点，就是我们俩都是娃娃脸。对。就再过几年，我们依然是这副青春的模样。在我们的脸上看不出岁月的变迁。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跟我现在也差不多，也就这样。你小时候就长这么老吗？我小时候还真挺可爱的。你现在依然非常可爱。真的。对。你想知道我小时候长什么样？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长什么样啊？这样吧，我今天呢没带照片，也没带视频。嗯，你这准备挺充足的。我今天请到的嘉宾其实都特别像我小时候。真的吗？尤其是接下来上场的这三位绝对的，绝对就是我高中时的模样。哦，来吧，你高中时的模样。那看一看呗。开门迎接，欢迎 TFBOYS。 欢迎欢迎，新年快乐。你们好。春节好。春节好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春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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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他们三个，大概就能想到我高中的时候长得是有多帅了。你高中时候就长这样吗？当然了。 TFBOYS 跟我还是有点渊源。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曾经也是 TFBOYS 这个组合的成员。我没听说你们组合有大叔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 TFBOY， 我是那个四。啊，你是四。TFBOYS 就是我，加上你得叫 TF Man。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好不好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哇，欢迎欢迎。今天呢我们在每个时段都有个开门送吉的环节。嗯，但是呢在这里我临时决定，这组嘉宾我们按照微博粉丝的数量来增加难度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就是最难的一个。那必须是最难的了。送什么样的吉呢？你们用书法的方式送上你们的新年小计划，好不好？来，真是有难度。到这个暗条后面，关键是要写毛笔字。对他们来说没有难度，因为我知道其实三只写字都非常好看。真的。来，俊凯、王源、千玺各用一个字来概括一下新年小目标，看看你们都会写什么。好，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小目标。不错不错，你速度最快的。哎，队长犹豫啥呢？我在想要写什么。目标太多了，一个字不好概括。好的，我们的这个直播可能要延时大概10分钟，因为我们的队长还没有写完。我以为你要写个囧字，吓我一跳。好，好，先从俊凯这边来看吧。好。拿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俊凯写的是一个圆字，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写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希望2017年大家都团团圆圆的，然后，2017年工作也顺利，大家都心情能够团圆，家人也能够团圆。哎，这个不错哦，一切都圆满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对于俊凯来说，2016年真的挺圆满的。除了唱歌之外呢，他还开辟了一个自己的新领域，在事业上有新的突破。我们刚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长城》当中看到你的精彩表现。所以我觉得非常棒。嗯，我们能不能现场考验一下俊凯的演技？那必须得考他，好不好？嗯。我觉得就拿一首歌来吧，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好，简单的用各种不同的情绪来表达这首歌。来，请上前。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首歌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吧。首先，来一个难点的啊。难点的。中大奖了。中大奖哈。嗯。这我左手，啊，这就是已经词都想不起来那种，是还是抽中了，就是他大奖中对，已经词都记不到了，已经开心到一种好爆表的状态。再增加难度，边唱边加情绪，来跟着我。是中大奖吗？对，中大奖。跟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。被老师批评，继续被老师批评。跟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，再来个难点的。碰见了心中的偶像。对，刘德华。啊，刘德华。啊。跟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唱的小心翼翼的哦。我发现俊凯不论是中奖了，还是被老师批评了，还是见到偶像了，都是同样的感觉，都是感觉，都是因为见到偶像也是一种，就是很激动，但是又很紧张的，就不想
想给偶像最好的一面，马上化身小粉丝的状态。见到老师批评就是心情就很沮丧，就唉，就是这种有小的情绪变化在里面了。对，好，看到了什么灵异事件？灵异事件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。跟着我左手右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哎呦，你就是那个灵异事件。我觉得接下来2017年俊凯的新年会更加的精彩。在电影当中，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塑造各种不同的角色和造型了。特别期待你新的表现。谢谢俊凯，加油。接下来王源，我对王源最近有点意见，因为他好像开始跟我们抢饭碗了。嗯，他写了一个闯字，我是想说你是要闯主持圈吗？他已经闯主持圈了。没就是涉猎而已，没不会说抢各位前辈的饭碗，因为就是新的一年嘛，我也希望自己事业上能顺利，然后在更多的领域，然后有一股闯一闯的精神，然后更多的涉猎一些没有涉猎过的东西。可以啊。王源非常谦虚低调，但是确实我看过你主持的节目，主持的非常是那么回事儿，很像样子。我觉得真的你应该有点自信呢，在主持舞台上你表现得非常的不错，很综艺。这样吧，我呢给你出一道题，难为你一下，如果通过了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。先看一段视频 好不好？来，请看。看一下。小绿衣就是我，我就是你们的王源。钱无非就是用来买资的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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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王源。一看这个视频就知道你是个吃货，所以接下来这个考验呢，我是也给你准备了一份非常好吃的小吃。接下来我们要收看的是美食节目，王源主持。大葱爱吃吗？不爱吃。我给你的考验就是你要把大葱说得美味至极，说得让我们也都特别想吃。对，好吧。喜到福到好运到，美食时刻现在开始。这呢是两根翠绿翠绿的大葱，在我这里买它呀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，你只能买到一个物美价廉然后又好吃的大葱，所以说就是这样。哎，这位主持人，这个大葱好吃吗？好吃啊。真的好吃啊。什么味道啊？你试试。反应还挺快啊。不错不错不错。那我试吧。哎呀，真是啊。哇，小尼，一会儿你还要直播呢，我怀疑你的搭档能不能忍受。还是挺有当主持人的潜质，因为他反应非常，思路非常的这个敏捷，反应很快。要能编，能编能收回到，来掌声送给王源。好，千玺，你写的啥呀？我写的是冲。喜欢千玺的字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棒。就是这几位写的都特别好。为什么写冲？我冲是因为2017年希望就是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冲劲，然后能够就是勇往直前，然后有自己的目标去奋斗。你知道千玺其实跟我有个共同点，肯定要夸，就是借此机会夸自己了。我得夸夸我自己。先看一段视频。在这个团体里面是一个舞蹈担当。真的吗？今天既然来了，我觉得不能不给大家现场来段你自己个人的舞蹈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尼哥哥也可以跟着你学一下。我可以把我们舞蹈教给您。我教得特别快的。我这个年纪你觉得学得会吗？真的学得会。我教得你是人家组合的一个成员。什么年纪？好的，来一起。我教我们那首歌是你。好，是你副歌部分。是你是你，对对对。往前，
对，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小妮不错，上半身很像，下半身基本上你没怎么动。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扭秧歌一点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谢谢。嗯，哇，新的一年，我觉得希望这三个字代表着你们对于2017年的憧憬。是的。希望你们带着这三个字能够开心、快乐、愉快、充满憧憬的度过2017年，好不好？再过几个小时啊、，TFBOYS 就要登上春晚的舞台了。嗯。我们其实特别想先睹为快。嗯。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先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？表演之前，每个人给大家拜个年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祝大家2017年鸡年吉祥，然后幸福平安，开开心心的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鸡年大吉，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。祝大家鸡年大吉，然后有一股奋斗的冲劲。好，大家鸡年一起冲。谢谢你们给我们送来的祝福，我们也有回馈，由赛菲尔无汗料黄金提供的金牌奖章送给你们，一人一份。谢谢。带着这一份祝福，带着这份期待，我们期待你们在春晚舞台上的精彩表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上春晚之前，谢谢，先给我们亮一嗓，带给我们一个节目，好吗？完完整整的。OK OK， 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我可以帮你先保管着，好吧？谢谢。笑灿烂像阳光，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，这世界才为我鼓掌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，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，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，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，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，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。我不完美的梦，你陪着我想；不完美的勇气，你说更勇敢；不完美的泪，想着擦干；不完美的歌，你都会唱。我不完美心事，你全放在心上。这不完美的我，你总当作宝贝。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，但却最美。全世界在催着我长大，你却总能捧我在手掌，为我遮挡未知的那些风浪。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，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你却不讲你的愿望，怕增添我肩上重量。心上，这不完美的我，你总当作宝贝。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，但却最美。谢谢，祝福 TFBOYS 今天晚上演出成功，加油了！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这扇门呢，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历年春晚的孩子们的精彩表现。过年是什么呀？比如说那有吃的，
啊，那有吃的。啊，哎，我吃那个。出来就张罗吃东西，不吃。您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，说话不算话，还爷爷呢。爷爷。您来了这几句。我来了这几句啊，我照样说。孙子，你吃那个。不吃。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？你说了，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。你要不给我，你不，我要返老还童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他占我便宜他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叫我什么？吓我一跳。考得怎么样啊？这次考得不好，考了个倒数第一。倒数第一，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？对。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，我的成绩很稳定。可是，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，他没来。咱爸爸去买一块钱冒充分钱。哎呦，太对了！那要是五斤白菜呢？1.8块钱，6斤白菜2.1块钱冒充分钱，7斤白菜。行了，算得太对了，太准了。你是跟谁学的呀？我妈是卖白菜的。好神奇啊！我看完这个视频才会发现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是啊，时间过太快。你看看当年我和小韩还在感叹说，那么多年前长远的脸是圆的，没那么长啊，太神奇了，真的是。如果说刚才那三位代表的是我高中的小尼，嗯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代表的是10岁的小尼。我太好奇了，特别想知道10岁的小尼什么样。嗯，那好，咱们开门迎集，来吧。哇，有没有完全就是我小时候嘛，你看这小圆脸，你别说，真有点像。这么清澈深邃的眼神，长长的睫毛，浓浓的眉毛，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，真的。你快不信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来，大家好，我叫周安信，今年10岁了，来自上海。嗯，我小时候也是这么沉稳的一个男孩。是吗？对，看出来了。安信其实除了长得像我之外，还有一个跟我一样的共同点。周安信是9岁上的春晚，我也是9岁上的我们学校的春晚。啊，都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你们起点不太一样。起点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梦想都是一样的。是啊。喜欢和热爱这个舞台。周安信唱歌唱得老好听了。周安信是吗？啊。还可以。你最擅长唱谁的歌？毛阿敏老师的《天之大》。最擅长是毛阿敏，这还是个反串儿，没听过吧？没有。毛阿敏的《天之大》唱的比毛阿敏还好听，这是我话放在这儿，你们听听就知道了。周安信，好好的展示一下你的本领好不好？好，别给10岁的小尼丢脸。对，来吧，掌声送给周安信，加油！加油，安信。下，静静的我。
我想你了，轻轻躺在雪里的牵挂。妈妈，你的怀抱，我一生爱的襁褓，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。妈妈，月亮之下，有了你我才有家，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回头笑像极了妈妈。好听吧？太好听了！谢谢周安信，来，孩子，来到我们的身边来。我特别喜欢安信他唱歌，他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他的内心世界已经超过了他的年龄。他特别投入，而且处理的特别细腻。所以安信今天表现非常不错，小妮哥哥要送给你一个赛菲尔无汗料黄金提供的吉年纪念章，快打开看看，送给你啊，来，拿回去，来，别不用打开，开开啥？看看，打开，别开了，开开啥？小妮，你这不像话啊！赛菲尔的朋友咋回事？咋是个空的呢？我只能自己拿纪念章给他补上了，谢谢谢谢安信，开心吗？安信，嗯，好嘞，他沉稳，跟我小时候一样啊。刚才回顾的是我小时候10岁，嗯，接下来再往回倒，想知道我7岁啥样吗？今天这个节目是回顾你的艺术人生的是吧？差不多吧。好，来吧，我想知道。下一扇门，让我们开门迎接。哇，好眼熟啊！这俩我都认识。不是你们俩怎么成组合了？到舞台中间来，怎么成组合了呢？那组成一块了呢？对呀，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俊豪。新年马上就要到了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鸡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万你们嘛。你让不让人说话呀你？他是不是把你词儿都抢光了？你还能说出新花样来？好，继续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俊熙，我今年8岁了，我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还是这熟悉的家乡的味道。周安信代表的是我小时候的那份帅气、从容和自信，他们俩代表的是我小时候的那份有才。哎呀，这孩子太有才了。小妮非得说你们代表的是她小的时候啊！赶紧别给我丢脸，快点！整个啥节目？你们要表演什么节目？抓紧时间！小妮哥哥、你看我们穿的这身，你猜猜我们模仿谁？模仿谁？你模仿董卿，你模仿朱军，这不是上春晚的服装吗？小妮哥哥，你这过的年都看不出来我俩模仿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看看这不这谁呀？谁呀？这是 bling bling 的。你再猜猜。九月奇迹。凤凰传奇，对对对对，真的，
模仿凤凰传奇。对，除了凤凰传奇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可以模仿的？有，来，谁先来？我先来。你来，曲君心，你先来。先热个场啊。那我签字收书那场面，那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呀。奶奶，你这腰有点问题呀、啊，跟这身衣服极不搭呀。宋丹丹阿姨，对不对？对，模仿的很到位。你呀、啊，就模仿岳云鹏，我觉得挺合适。你来吧。来，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。耶、yeah, ，这是我的家，还有那姑娘，我爱你。省省劲儿，我也爱你。哦、小妮，这不是你小时候，这腾格尔小时候啊。是哦，是腾格尔啊。这不是，你模仿是腾格尔吧？我以为模仿的是马跃呢。好了，两个人今天的服装造型呢是冲着凤凰传奇来的、嗯、所以准备的也是凤凰的歌是吧？对。啥歌啊？中国味道。行不行你们俩？也是春晚上的歌曲、哦、中国味道。嗯，能唱吗？能唱好吗？小妮哥哥，我还喜欢 TFBOYS， 我可以模仿他们。咱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？好，先把凤凰传奇搞定好不好？好，掌声送给他们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吃了人开怀，美年常在，礼尚多有往来，心如意怎如此多彩？过一番夜幕，过有几分感慨，让得身心惹人青睐。摇摆摇摆，摇摆摇摆，那夜热血涌动着情怀。西南北中相衬一脉，平如茶远迷，可总陈素这香红菜，可惜拼凑出的是浓浓的爱。一美人常在，礼尚多有往来，心如意怎如此多彩？多一分悦目，多有几分感慨。身心惹人青睐，摇摆摇摆，摇摆摇摆，男人热血涌动着情怀。摇摆摇摆，摇摆摇摆，东西南北中相衬一脉。摇摆摇摆，摇摆摇摆，激荡起跳动的心澎湃。共期盼明日的精彩，摇摆摇摆，摇摆摇摆，激荡起跳动的心澎湃。摇摆摇摆，摇摆摇摆，共同期盼明日的精彩，共同期盼明日的精彩。掌声，谢谢腾格尔，谢谢宋丹丹，请两位老师移步我们这边来。来吧，西西，俊豪，太棒了！这俩孩子不上春晚都可惜，绝对的。这样吧，先送你们两个小奖品，赛菲尔无汗料黄金提供的吉年纪念章。看看你打开，怕你骗他。现在孩子们都学聪明了，拿到以后第一时间打开看在不在。哎，别乱掉，坐，赶紧坐，排排坐啊。好了，这是十岁的小妮是吧？对。那下面出场的是几岁的你啊？我觉得自己挖了一个大坑，所以到这个时候自己不往下跳也不合适啊。那咱就来一个五岁的小妮好不好？好啊，看看五岁的小妮越来越可爱。对，开门迎吉，开门迎吉。我
5岁的小尼。我解释一下，这么秀气。我5岁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是个小男孩。但是你跟他一样能歌善舞。哎，还真是啊。哎，你这身衣服我认识啊，你这是要跳千手观音对吗？对。这舞你一个人就搞定了是吧？不是，我还有好多小伙伴呢。真的？他们在哪里？在哪呢？小伙伴，你们都出来吧。来吧。啊哇，欢迎可爱的小朋友，哇，好热闹。哎，你们都几岁啦？5岁。你们来自哪里？你们都上过几次春晚啦？你们都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哎呀！立体声受不了了。好，我叫小尼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赵海一，一墨彤，陈思涵，周元彤，王飞毅，王小一凡，刘克明。好了，我们时间不够了。刚才小朋友说你们一起要表演一个节目叫《千手观音》，是不是？对。等一下，5岁6岁的小朋友，这节目能演好吗？对呀，难度很高。你们有信心吗？太棒了！那来吧，舞台留给孩子们，一起欣赏《千手观音》。加油！小朋友们，谢谢孩子们。好了，演出结束，来站在一起，站在一起，站在一起，掌声再次响起，送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。真棒！哎呀，真的是希望无论是电视机里的孩子，还是电视机前的孩子，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快乐相伴，健康成长。是的，那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啊，对着镜头给大家拜个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祝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。哥哥姐姐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大吉！
送礼送福送好运，开门开春开吉年，年三十中午12点，塞菲尔无汉料黄金，喜到福到好运到，八九十直播陪着您，开开心心等春晚，热热闹闹迎吉年。值此今年来临之际呢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老赵要给大家开门送吉了。手吉、耳吉、金吉、席吉、电视吉、农家土吉，您想要什么吉呢？从除夕中午12点到晚上8点，只要您打开电视，把频道调到央视3套，就有可能接到老赵的百年电话，为您开门送吉。请大家要记住啊，老赵节目的全名叫《塞菲尔无汉料黄金》，喜到福到好运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除夕见！喜到福到好运到，开门送吉不迟到。这里是喜到福到好运到春晚倒计时直播节目现场，接下来我们要开门送吉了。好的，本节目是由更纯更有价值的塞菲尔无汉料黄金独家冠名播出的。又到了送大礼的时间了，这一轮是咱俩送的，是不是？必须送。上一轮赵老师他们送了几扇门？好像是7扇。咱这一轮怎么也得8扇吧？全送出去是吧？对，都得送出去。没问题，这是咱俩的小目标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好，如果您参加央视综艺官方微博或微信上的吉年小目标公开征集活动，将您的吉年小目标私信或者是艾特我们，就有可能现场收到马月给您打过去的电话，参与我们的现场抽奖活动。好了，抓紧时间，咱们俩就各就各位，是吧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开门送吉。好了，我们的观众数据库滚动起来。好的，3、2、1，停。好了，我们这位网友的用户名是老者，他的吉年小目标是，吉年的小目标是调整好心态，多参加公益活动。我想要的并不是很多，只要能和家人健康的生活在一起，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嗯，太好了，我们所有人的小目标是一致的。好了，我们连线这位网友。喂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哇，你好，我是马月，这里是喜到福到好运到的倒计时的直播现场，恭喜您得大奖了。你好，那个我想问问您，谢谢，祝你们春节愉快。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好，春节愉快。您叫老者，您多大岁数啊？我65了。哇，真是叔叔好，哎呀，老人家这个春节快乐。好，恭喜您得大奖了。谢谢啊，现在我们就开门送吉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选一扇门，哪号门？挑一扇。快啊！选快，8好，8后面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开门送吉。哇，相片打印机送给您，送给您，谢谢，祝您春节快乐！来，观众数据库继续滚动起来，3、2、1，停。好，南瓜，南瓜的今天小目标是2017年，我的小目标，我爱的人，爱我的人身体健康，我的心肝宝贝儿健康快乐茁壮成长，自己可以重新投入工作岗位，重拾自己，是不是刚生完宝宝啊？应该是，是不是？看着是。赶快连线一下。喂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春节好，我是马月，这里是喜到福到好运到的直播现场。你好，你好，主持人你好，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姓张，我叫张楠楠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刚生完宝宝吗？我的宝宝今年已经15个月了。哇，已经上班了是不是？嗯，没有了，打算年后的时候上班。对，年后开始上班，重拾自己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恭喜您得大奖了，现在我们要开门送吉了。对，现在的8号门已经被选中了，还剩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选一个。选1号门。1号门，祝你上班一切顺利。我们来看一下1号门后面到底是什么，开门送吉。哇，这个很适合你，真的很适合你。对，料理机送给您，谢谢，谢谢您，也谢谢本节目奖品由塞菲尔武汉了黄金特别提供，谢谢。好的，来，我们的观众数据库继续滚动起来。停。深山小羊，他的吉年小目标是今年刚生了2宝。哇，都是生完宝宝的。好字，新一年希望能瘦下来，做一个辣妈。哟，也是刚刚生完宝宝哈。那好，就是女子为好啊。哎呦，有儿有女，对不对？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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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连线。
喂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这里是喜道福的好运道的直播现场，我是马月，春节快乐。过年好。你好啊，辣妈，刚生完宝宝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现在还没有瘦下来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人家没准瘦下来了。他说的，他又说希望能瘦下来啊。哎，那今天过年啊，要吃年夜饭，那好吃的怎么办？要不要吃多一点？少吃一点。过完年再说。好，过年再说是不是？来抽。好了，抓紧时间，我们要送大礼了，开门送吉，八扇门，现在还有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选一个。要五号。五号门，看看后面是什么，争取给你抽个跑步机啊！来看一下五号门后面的礼品。哇，跑步机没有，电视机也很不错啊！没错，恭喜恭喜！有电视机看我们春晚倒计时，当然还有春晚啊！好了，那我们的观众数据库继续滚动起来。3、2、1，停！好，鹏飞 perfect， 哎，他的今年小目标是。今年小目标是家人身体健康，事业步入正轨，与同事和睦相处，爱情稳固安定，太好了。哎，不知道他结婚没结婚哈、啊？爱情稳哦，对，不一定哦。来，咱们问问他，赶快连线，来看一下，他会是在哪儿呢？会是在哪个城市？对，哎，咱们问他。喂，鹏飞，鹏飞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！你好，鹏飞，我是马月，这里是喜道福的好运道的直播现场。哎、你好，你好，恭喜您！哎，想问问您啊，您说爱情稳固安定，您是结婚了还是已经有女朋友了呀？刚有女朋友。对吧？啥时结婚呢？抓紧抓紧，赶紧求婚！今年把事儿就办了吧，好不好？你还刚有女朋友呢？哎呀，过几年。抓紧时间，好不好？哎，您是哪里人啊？我江西人，我老乡，老乡啊、对，我老乡，老乡老乡、哦、老乡好，老乡好，现在赶紧，老表啊，江西老表，现在赶紧来抽大奖，我们一号门除了一号、八号还有五号之外，挑一个数字。挑一个六吧。六六大顺，祝你的爱情也非常顺利。来看一下六号门后面的奖品是耳机，送给你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的互动观众库继续滚动起来。3、2、1，停！我就是大鱼，他的今年小目标是新年计划买属于我们的房子，至少考一个和专业相关的证书。最重要的是计划五，要我们的小宝宝，希望2017年这些都能成真。我会努力的，加油，努力吧！来吧，连线这位网友。喂。喂，你好，大宇，你好，我是马月、哎，这里是春晚倒计时的现场，恭喜您！哇，谢谢，马上要宝宝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这必须都喜欢。反正我是女孩。好了，恭喜您得大奖了哈！现在呢，我们的八扇门还有2、3、4、7，你选一个。三。急，告诉我三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三号门后面到底是什么，来开门送急啦！哇，洗衣机，哎，这个好实用啊！好的，那个生完宝宝之后就用它来给宝宝来洗衣服了哈。对，好的，来继续我们的观众数据库滚动起来，停。好，快乐晶晶贝贝，他的今年小目标是希望新的一年家人健康平安，我自己找到心中的另一半儿。哎，我没发这个呀，还是你吗？不是我呀，听听啊，要电话铃声响了就是你的，来连线。喂，喂。晶晶贝贝，哎，你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我是马月，这里是喜道福道好运道的直播现场。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大年三十今天怎么过呀？和家人一起过。家人一起过哈，年夜饭准备好了没有？正在准备。正在准备哈，家人都在一起，现在就缺一个男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对的，今年肯定能找到。还能找到，嗯，好了，你的小目标一定能够实现，好吧？现在我们就开门送吉，您得大奖了，八扇门还有2、4、7，您选一个，快，2、4、7，二号门，我们来看一下二号门后面的奖品是什么。我握手机一部，恭喜你，希望
实现今年的愿望。是的，哇，贝贝，咱俩节奏有点慢吧？哎呀，我们看几扇，还有六扇，下个环节争取全送出去。没关系，下一个环节，观众朋友们，还是我们俩给你们送大礼。我们绝对不废话，八门一定要八扇门。好，喜到不到，好运到。开门送吉，我们不迟到。下一个环节，我们再见。